欢迎嚟我哋嘅频道。今个周末，我哋就一齐进入创作旅程，用 3D 雕刻出 IQ 博士、中嘅外星人、宇宙大王。呢个 project 系向已故嘅鸟山明致敬，佢系 IQ 博士同蒙珠嘅天才创作人。虽然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孙悟空或者小云呢啲主要角色人物，但我选择咗宇宙大王，点解呢？因为呢啲小角色是很重要的，他们是故事、团队、公司、社区的基石。看看宇宙大王，他的耳仔在他的脚底下，他的胃在他的头里面，他是提醒我们创意是无界限的。用 iPad 上的 Numbered Sculpt 以我们自己风格去塑造宇宙大王，是最享受和最舒缓的 moment。 现在就用我们的 3D 打印机将宇宙大王带到实体世界，就是他新鲜出炉。现在就是时候用一些艺术技巧和水性 Acrylic 彩上颜色，看看我们自己制作的 3D 宇宙大王。记住，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，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。下次见，继续创作。如果你想成为 3D 艺术家，就参加我们 3D 工作坊。